正中间，然后抬起来一段距离，这么远吧。举个例子，就这么远，然后停止。啊，什么点 ？Offset。设定 x y 的位置，点这一个是设定 z 轴的位置啊。然后设置完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三个数 x y z 记录下来，停止。然后就是设置对焦仪吹气的位置，我们首先要找参数。如果没有，就点左右的箭头，然后找 go to， 做一个3403，然后确定。把 x、y 轴和 z 轴输入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对焦仪吹气的位置，就完了。